Cái này.
在我们心中依然清晰。今晚，让我们共同相聚在摩登时代夜上海大型演艺活动的现场，我们又仿佛看到了许文强的风流潇洒，我们又仿佛听到了耳畔边这熟悉的旋律。道具了啊，所以朋友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到我的身后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是我们今天活动的道具，很简单啊。这个道具呢是由整整的100个号码所组成，很快可能大家都会被抽出来啊。所以想要参与的话，大家可以自己来，别犹豫啊，赢的包括大家想，拿的是大奖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想的时候，人家已经把你想的号码打开了。如果是大奖的话，你肯定会遗憾的啊。所以要果断一点啊，相信自己啊，同志们啊，正在参与同志们。那个我检查问一下，现场用1619开头的手机号码前三位有多少啊？肯定不多对吧？几乎没有啊。大家比较常用的四个类型，13、15、17、18，对不对？应该是的啊，而且这四个类型，这个基本都可以拿到大奖的啊。看一下。大奖在什么位置啊？三亚地标新建筑被誉为中国最值得的凤凰岛啊！凤凰岛呢，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个人工填海岛屿啊。到了，就是你们的，
我们当时我们自己的地方很多，我们地方有自己的地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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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自己